二一个我们的骚点就叫别扭，你有一种弹性，有一种就很弹簧劲，哎，有一种弹劲。再一个越放松，舒展越大越好。回去啊，要练单式练，成单式练了，就是为了是不是？开束腰束得紧，啊，虚紧的时候就非常放慢，放慢；虚的时候要慢动作，发的时候就快，哎，就快，就这样去练，可以单式练啊，把它变成单式练。其实练好了，它不费劲啊，它不费劲，它非常有那种啊魔力，非常弹，有一种弹就出来，腾一动，哎。虽然就出来这种弹簧就是出来了啊，它并不费力量，但是平时年轻练，撑外拼命往外发了，年轻的拼命撑往外练了，哎，拼命撑往外练，对，像这年轻人拼命往外练啊，练，自然的谁都出来了，没有放松出来了。所以说我们练四二发劲呢，有两个好处，一个是不会的。一个是会的，不会，会的是大家知道放松了就练那个弹簧劲，慢柔快发；不会的，那就到特别僵，从外外拼命就发了。什么时候把那僵劲给它揉完了，它慢慢自然就那不会的成，哎，就像那个怀里非常硬的，撑着啥，就好像天了，非给它敲碎，敲成水，这化成钢不中，这样的就分裂成这，哎。不会不懂的，哎，有些人他会，我不懂来练，哎，成给他成拼命发了，哎，成拼命成会发了，哎，成就了好豪气豪他了，这年轻人老人也不愿意这样做。